重要的就是生日是怎么样，一定要许愿嘛，因为有了蛋糕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请工作人员来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可以跟大家许个愿吗？记得一样三个哦，然后前面两个说，后面那个不能讲。好啊，你们就是要这样浪费我生日愿望，叫我在这里讲就对啦。好，希望爱情无前生可以你们大家会喜欢，然后是不是只要讲一个就好了？两个，谁派你来的？拿出来，我今天才十号，我另外两个可以明天后天再许，我很珍惜这个愿望，我已经献给无前生一个了，可以了。好，那把另外藏起来了以后呢，然后来吹一下蜡烛好不好，让我们这个12月6号的爱情无权税希望上映之后呢，大家一起到戏院支持。哇，风太大了，要用力吹，1206耶、yeah!